愿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数百位来自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周六来到纽约皇后区植物园，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之情，并献上节日祝福。今天是冬至，又是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刻，纽约大法弟子在植物园的练功点呢，我们给师父就是贺新年，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感谢师尊给予大法弟子的一切。法轮功学员介绍，他们修炼以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待人处事，性格变好了，个性也更沉稳了。因为我是九五年初就朋友介绍哈，得到了转法的这本书，我一下子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知道一个怎么样做人了，就说应该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那就是说你待人和善了哈，做事啊处处为别人考虑，那工作上也兢兢业业，所以我以前在单位里，也就是说，同事对我评价很高，我也是，就是当时我也提拔为做财务经理吧。那个以前我性格是比较骄傲的，比较孤傲，也就是比较看不起别人吧。但得法之后，就慢慢以真善忍的准则去要求自己，变得比较平和，比较随和。新年将至，他们借此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祝师父新年快乐，感谢他同传大法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也要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祝师父新年好，师父谢谢您。新唐人记者柯婷婷、韩瑞，纽约报道。在2019年新年来临之际，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湖北、四川等地的各界民众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他们感谢李大师教给人们真善忍理念，给社会带来的福泽。新年到了，给李洪志先生拜个年。祝他健康长寿，他对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表示了感谢。祝李洪志师傅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李洪志先生及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体健康，诸事顺利，大吉大利。祝李洪志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湖南民众肖先生说，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人，遇事先为他人着想的高贵品质，像一股清流，抵挡着人类社会的一切污垢。法轮功这20年来给中国社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对这个社会进步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真善忍都是我们做人应该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非常感谢李大师的努力和付出了，祝李大师新年快乐，早点回国。湖南民众黎先生则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表示敬重，希望所有身陷囹圄的法轮功学员重获自由。祝福你们师父身体健康，信徒越来越多。感谢这个自由门这个平台，让中国的我们能更多的人能够翻墙看到外面的资讯。山西访民王英强的女儿说，她上访多年，对中共邪恶的体制深有体会。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她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并因此遇难成祥，多次躲过了车祸和大树倒地被砸中，以及中共官员陷害等危机。感谢李老师和神佛对我们家的暗中保护以及多次救命之恩。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李老师早日消灭红魔，把真善忍的光芒洒满全世界。广西网络作家荆楚表示，法轮功是把世界导向真诚善良的功法，他从法轮大法修炼者身上看到了光明和未来，
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感谢李大师。山东烟台的维权人士张安广也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并感谢新唐人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权以及维权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他同时也祝新唐人全体员工新年快乐。新唐人中国新闻组采访报道。